心，罪恶之灵，郭晓然，罪恶之灵，王峰，罪恶之灵，谢少峰，善恶之眼能够穿透罪恶值，一切罪犯在善恶之眼前都无所遁形，往后想要获得特殊能力，就必须要通过抓捕罪犯，收集积分。恭喜上，然后两面领路，把全部的那个所有权人要100%把它吸上。是不是可以出水跟不可以？